只不过是个无耻小三而已，不用离婚也无所谓，我们就三个人一起住吧。我们结婚吧。结婚契约书在哪？是我的签名。接吻。你跟我说有这种环节？比起被抛弃的大老婆，当被爱的小老婆比较好吧。你现在想怎么样？看女人如何重新活出自我，扭转人生，勇敢追爱。敬请期待东森戏剧《姐姐们的逆袭》。